象啊，你可能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它，但是它其实存在你的内心深处。平常其实私底下的状态跟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其实蛮像的吧，我不觉得自己有特别要设定自己是什么模样，就其实就自在就好了。唱歌开启我另外一个很大的世界，只是我现在只是看到冰山一角。以前其实对自己的声音比较没有那么自信，唱歌的时候也会紧张，就是先出了自己的 EP 告诉大家，哎，我有这个可能性。当我很累的时候，我就会闭着眼睛让自己心先静下来，想一道光慢慢洒在自己身上环绕着，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。因为喜欢传达出去的是好的，给人碰到是温暖的，我觉得这是我内心可能深处藏着这样的东西吧。